哎，这球不够啊，不够的话传一杆吧，这球一传三啊，准。然后这球这角度打二，不打一的话，我看看高杆吃一库，哎，低杆吧，这球低杆顶一下十也行啊，注意出杆的速度啊，顶一下十，叫到二号了呗。二号的话，我看看啊，中高杆的右塞过来叫七也可以啊。哎呀，叫右塞。七号，中低杆的左塞，停。中高杆左塞一推啊，为什么加左塞呢？因为是改变白球的分离角度啊，能让它的角度打六号更好打。六号拉回来叫四，四号一推黑八底带就完事了啊。低杆一点。高杆小力啊，加塞只是为了修正白球吃库的角度啊，跟进不进球先不搭嘎啊。感谢了的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